Let's go！ 我将带你们呢，跟我一起回归自然，跟着我初体验去森林树屋住一晚。这里就是我们的树屋 ，It's better than I imagined， 好棒啊！这次选择树屋呢，最主要的原因是因为疫情嘛，在家也待上快要了一年，我很想要往大自然的地方走走，但最重要的是同时还要兼顾防疫，因为这样子我觉得森林人烟非常的稀少，树屋就是一个不错的选择。喜欢全木制打造法式乡村风的人，这里一定是你的天堂。如果你是新的观众呢，我是全球跑透透的彩妆师 Crystal， 各种时尚拍摄到重要的婚礼造型以及客制化的彩妆课程呢，都是我擅长及热爱的工作。今天我就要带你们走进我的生活。太阳出来了，已经大到我眼睛要睁不开了。看我昨天烧的乌龟，应该是有效吧。我们今天要去的城市呢，是靠近 Nantes。我们是从巴黎出发，开车大约3.5小时左右。这里真的太可爱了。Oh, it's a baby. Baby is drinking milk. Oh, wow. Okay, let's go. Let's check in. I want to play with them later. What? What are you doing? What's wrong with this dog? I don't know. Bonjour. Merci.Oui, c'est très bien, oui. Oui. Like this. So cute. Yes. Oh, that's a big one. Oh, so many lights. Le système, c'est très simple. Vous appuyez ici. Elles ont plusieurs modes. D'accord. Et elles ont 7 heures d'autonomie. Ici, il y a un petit How are you doing?这只猫太好笑了，他们超好的，帮我们把行李带去树屋。很喜欢这里的环境哎，这里环境比我想象中好很多。而且在还没有看到树屋的时候，我就很喜欢这里的整个氛围，然后还有整个规划，没有规划那种小动物区，但是平常是可以进去，就是跟小动物有所互动的。因为2周前他们有小宝宝诞生，所以现在就比较不适合打扰，不然我觉得小孩子来的话也会非常的开心，整个就像是农场一样，非常非常的大。It's for dinner.This for dinner? Sure. What she said about we're gonna have for dinner? I forgot. Surprise. Already? Yes. We're going to put in a small bag and we're going to pull it. Oh, we eat in the treehouse. 太棒了 We didn't see the treehouse yet, but no, yeah. I love here already. It's perfect. You and me and there's no one else. Yes, no one else. It's like it's all domain. All treehouse. Yes.有一间树屋，这间也很可爱。每一间跟每一间相隔蛮远的，这样子比较不会就是打扰到对方，就很像你住在这个树屋里面呢，你拥有了整片森林的感觉。我那时候找树屋的时候啊，我就想说我一定要找就是真的是在树上的，因为不然有一些不是真的在树上，只是把它架高而已。耶，这里就是我们的树屋。It's better than I imagined. 爸
棒哦，它是旋转楼梯，然后全部呢都是用木头制作的，它的阶梯蛮好踩的，在研究那个怎样把东西拿上来。 I love this view。 然后这里呢有一个比较像是独木桥会晃的那一种。 Oh, home tonight。 对啊， Do you know how to open the door? 哇，天哪， I don't know how to describe anymore. Oh, the door. 它连门啊整块都是木头的，然后所有东西都是木质的，我觉得就是非常的温馨。重点各个角落包含刚才的 reception 还有这个小阳台跟室内都非常的干净，就看得很舒心很舒服，很适合来这里放松。在这个书屋里面呢也有厕所，但它是比较简易的厕所，是不能洗澡的那一种，就是只能一般上厕所。屋内呢他们也非常贴心的准备了蜡烛，我超级喜欢蜡烛的，在家里我平常就有点蜡烛的习惯。整个房间变得很浪漫，就是包含有灯然后又有蜡烛。这个床超舒服的，我就已经陷在里面了。 Merci beaucoup. 好的吗？哇哇， How are Dina? So, what do we have today? Starter is a salad with wheat. The main dish is a duck. And then we have cheese. And after we have panna cotta. I love panna cotta. I feel power. 我呢刚才把吃完的一些碗盘放进篮子里面，因为明天早上八点呢他们就会拿早餐过来，然后篮子换篮子。如果你也想要跟我一起享受这个浪漫时刻的话呢，可以跟我一起听 Lady Gaga 的 Shallow。 Tell me something girl, are you happy in this modern world, or do you need more, is there something else you're searching。这里呢是早上看到的 reception 柜台，然后这里的浴室呢刚好也是就是在 reception 的里面，是24小时提供的。在木屋里面呢是只有简易的厕所，没有浴室。除了这种木屋呢，很重要的事情就是保暖。这里这个暖气就已经蛮足够让整个树屋非常的温暖。我觉得这里呢应该是我住过最浪漫的地方，离开尘嚣回归自然。这里有实现小时候想要在森林住在小窝一晚的梦想。现在呢是早上11点，我们吃完早餐然后也打包好准备要离开了。虽然这次来的时间很短，但是我们创造了很好的回忆，然后希望等天气暖一点点的时候，疫情比较减缓的时候，可以找朋友一起来这里。那我们这集影片呢差不多就到这里啦，那我们就下次见咯，拜拜。 It just started raining. Oh my god, a turtle power. Yes, yeah.